喂，老公，哎，你在哪儿啊？喂，我在外边正忙着呢。我在外边正忙着呢。在忙着什么意思？我跟你说啊，现在我们已经到了，到了老窝了。然后待会儿他们说谁先到那个婚礼的现场，谁就先举行婚礼。我会在那个地方等你，所以麻烦你快一点儿。好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那个，我现在一直都没那什么呢，那个，我就在忙着呢。忙啥呀？你快一点吧。你忙什么呀？都结婚了，你还忙啥呀？忙什么呀？都结婚了。我有一个事儿，我想跟你说啊。啥？咱们结婚以后，我现在退休了。退休了。什么都不干了，那家里怎么办？啊？你是不是喝醉了？还没醒啊？你是不是喝多了？什么退休了？啊？我退休，如果我什么都不干，我不工作了，我就在家里边带孩子，怎么办？家里的怎么办啊？